老徐，这个墨迹速度啊，说好今天开到改泽县呢，尼玛到改泽一共300多公里，我今天只开了100公里，100多一点点。然后呢，还是在这个无人区当中啊，无人区一共190公里，我差不多开了120公里左右吧。我们就把车呢停在这个路边上了。我们刚刚在前面遇到那个牧民朋友啊，他们家那个地方不好下去，再往前开了几十公里以后啊，哎，你看这边的。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了，可以下来。晚上呢，我们就停在这里了。好怕有狼啊！也是，那我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晚上不要出门就行了。那有野羊在那里。哇，那边就有野羊。会不会有狼下来啊？晚上？应该不会吧？反正我们不出门了，天黑哦。天黑不要出门啊！看一下我们这个周边那个无人区的环境，看一下啊。上面呢就是这个317的国道，然后呢。那边一群的那个藏野驴啊，这个天气呢，说好也不好，说好也好，说不好也不好哈。反正就是我们驻车位置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边位置啊，那座山上有一个信号塔，在这里呢是有信号的，为数不多的一个信号塔哈。哎呀，把门锁起来，我们到这个前面去溜达一下。这边虽然是无人区啊，但是呢。我们这个是以野生动物为伴的，在这个桥前面一点点全是那个藏野驴，在我们这一侧啊，有很多这个野羊啊，应该不属于那个藏羚羊吧？啊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我们就沿着这边稍微的走一走。这里的海拔啊，我刚看了一下，4730，啊，4700多，这好像是我们，对，这是我们驻车的话海拔最高的地方了。被野羊一直看着我，看到没？看到没有啊？用的好警惕哦。大白应该看到了，相机看不到，我们能看到。远处的那两个小小的小灰点。看到都想去追了。好，这里禁止驱赶那个啥，这里是禁止追赶野生动物的。别，等下被抓了，大白啊。隔空相望就行了啊。不住了，离了他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不行，要没气了，这家伙力气好大哦。那两只羊还傻傻逼逼的看着，傻傻的看着我们跑了。那两只羊，拜拜，好了，不追他，不追他。哎，no，还想挣扎开，看看就行了啊、哦。不追啊。看看就行了啊、哦。大白真的是猎犬啊，看到啥都想追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差点岔气了。不行。哦，上次我听网友说啊，当那个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啊，狼就要出来了。狼就要出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对啊，走。那两只有点像狼哦。快走，回去了。大白不想回去，你看他。干啥呀？啊，他要拉我们回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狼，有狼啊！不要吓我，快走！你看，阿爸拉着我们往车里跑了。好，快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晚上了啊，晚上就危险了啊！你说阿爸能不能打得过一只狼呢？我一只狼的话，大白应该打得过。这家伙不知道。这一片那个云啊，真的很奇特。哦，就这一片乌云，其他都是蓝天。你看那个，它是两边的都是一个扇形，往那个中间那个跑。那个地方感觉有什么东西一样，快回去吧！在汇聚这个乌云之力，赶紧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啊，我感觉傍晚的时候，那狼会不会在高山上？呜，会不会啊？快走！我想知道，就是大白听到那个狼的呜呜的叫声以后啊，看他害不害怕？他也跟着呜。外面太阳快要下山了啊，我们赶紧回到车上，因为这里是属于无人区嘛，晚上呢，怕万一外面有狼啊或者熊啊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天一黑我们就不打算出门了，在车里弄点吃的吧，然后早点休息好了。这个中午打包的这个凉面啊，凉面，晚上吃个凉面，然后看一下，再给鳗鱼再倒腾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打个汤的。番茄蛋汤，可以，还有番茄，
黄瓜再浇点到面条里怎么样？嗯，也可以嘛，也可以切成黄瓜丝拌面嘛，是不是？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。你这里也有番茄呀、啊？嗯哼，这番茄蛋汤。那行，可以。简简单单。好，没问题啊。我们在车里啊，把这些食材都准备好了。晚上呢，中午的时候打包了一份凉面啊，待会儿呢，这凉面是我们的主食。鳗鱼呢，也需要有点汤汤水水的，一个番茄，还有这个，小青菜。番茄蛋汤可以不？可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砧板切过肉了，拿个保鲜膜包一包哈。好的。因为鳗鱼还想着再弄点那个，拌菜，用点拌菜，黄瓜丝儿，还有那个胡萝卜丝儿，放在那个凉面里哈。嗯。拌一拌也可以，没问题了。这个保鲜袋把这里包一包。好的。切过生肉了。今天这个海拔是4700多，这个海拔也算挺高的。早点吃吧，早点吃，早点休息。晚上希望不要听到什么狼的叫声。有狼我们不开门也没事了。应该还好，应该还好。稍微休息就好了。先切一个这个丝吧。好的。我觉得自己做饭可以省。来，过来。可以省不少钱，也可以健康一点哈。你看大白腿要顶上去了，我先来一点，就这样顶到了。去玩去吧。我发现我们在车里撞头，阿白也在车里撞头。对，阿白睡到你的时候，笑死了。我们的晚餐好了啊。凉面我们又自己配了点小调料，放了点黄瓜、香肠还有胡萝卜，看着就好有食欲哦。我觉得比饭店的弄的还要那啥，是吧？他只要给我面就行了，是吧？他这个面好多哦。嗯，你看这狗子过来撒娇了，你看他。哦，哎呦，我那我要给你吃吧。好，这黄瓜给他的是吧？黄瓜给他的。黄瓜，你这两根香肠啊，伸一点出来。哇，你这不是虎口拔牙吗？虎口夺食，给他加点胡萝卜。大白三明治啊！大白三明治，大白的简易三明治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烫不烫？不怎么烫啊。你来吃吧。好，三明治，哇，像不像？可以。狗子三明治。嚼一嚼啊，过来。哎呦，流口水了，慢点嚼一嚼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肠还是掉了。慢慢吃吧。嗯，我们也吃了。这个面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啊。感觉好有食欲哦。还不错的样子啊。这个牛肉，刚刚你给阿白吃这个牛肉的，你吃不吃啊？给他吃吧。阿白抢了我火腿肠，这肉，这凉的，给他吃吧。我也抢一半。放这里，等一下给他吃。嗯。最后一块肉了。啊，外面已经天差不多黑了。我们不管停在哪里啊，只要是把车门一关，就感觉到家了哈。就感觉就两人的小天地。对。就感觉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了。也不用管外面是什么情况了。嗯。哇，尝一口的面。两个人在一起就啥也不怕哦。对。一个人在这里还有点胖，怕不怕？因为一个人的话，我可能。不会选择在这边住车，一定要有人的地方哈。对。好吃吗？可以，好吃。这之前，好吃。这个在拉萨买的那个肠。也好吃哈。可以搅定了这个肠。感觉在这种荒漠的地方啊，吃啥都好吃。那是。我们吃完了。吃的干干净净哦，鳗鱼在玩手机，大白好像在这边有点激动啊。你看大白，你看他，哎呦，大白这边撅个嘴巴在这里讨好鳗鱼。哎呀，我们去玩一会嘛。啊，玩一会。再把狼招过来了啊！别招狼，招呼
动不动，哦，别把狼招过来了，好吧？在这边玩手机不理他，你看大白，天哪！好，好，给你留点快乐，留点快乐，小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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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好好，好可爱哈！嗯，你不把它汤喝了，浪费。大白今天他真的是好卖萌哦，又这个小嘴巴的，你看现在吃完了，又在这边撒娇娇哦，嗯，有个大宝一样哈，嗯。哎呀啊！你在这里陪我做视频好不好？来，电脑拿来给我吧。给你啊。阿白估计想看看他的美照了，是吧？啊哈哈哈。来，嗯、来，我们一起做视频啊！来，你看看这个是谁？哎呦，好可爱啊！今天这个大白，金毛天生带有幽默感的。是，我觉得好懂事哈。嗯好搞笑啊，又打呼了，哦，这么困啊，又太舒服了，躺我这里，嗯，可能安心了哈，嗯，这天气变得好快哦，刚刚还是挺安静的呢，现在外面啊又下雨又刮风，车都晃了一套吧，车都晃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风向是停的不对呀、啊。对，风是好大哦，听着声音。这风从哪里刮过来的？哎呦！我也把这个窗户先关起来。我们停的这个方向是不对啊。你不会跳到哪里去吧？这边太空旷了，怎么停估计都有风。是啊，那现在下雨了，现在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出产商应该是能受得了的吧。没有那么脆弱，明天不会陷在这里吧？陷在这里应该不会。哇，这天气变得这么大。哇，这雨下的好大哦，听听声音。哦，下大了，下大了。真下大了。又要听着雨睡觉了吗？大白这个是一点都不受影响的。哎，手打大家起来看一看哦，刚刚都打呼噜了。嗯。他好享受。嗯，哎呀，不论外面那个风雨太再大呀，有没有什么狼熊出没的呀？我们还就在车里待着吧，不能出去了啊！坚决坚决不能出去，啊！所以我们那个车来点狼啊，一点都不用担心的。是，只要不出门就好。对，不出门就好。大白摆好暖和。嗯。你冷不冷？我觉得把产量开起来吧。我觉得我挺暖和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准备收拾一下，就准备休息了。希望晚上，晚上应该能睡个好觉哈。嗯。